帮人家说是真是。大家好啊，我是周哥。今天放假又出来逛一下，顺便帮朋友买一些奢侈品，买一些 Gucci 的衣服。来到这个迪拜Mall、是迪拜最大的购物商场。这个地方啊，非常非常大，大概3000多个店铺，有各种各样的名牌奢侈品的品牌，基本上都全。当然 Gucci 的店呢，好像就有3个。先来的这个是小的，这些包包啊什么的，鞋子。那这建筑也非常的宏伟，非常的具有中东的特色，然后又有这个一般的欧美的这种装修。而且这里的那个结构呢，设计呢，都是它也不是正方形，也不是长方形，也不是圆形，是像一个就不规则的形状，然后又有一些 extension， 就是一些扩展。哦，你看这边有很多的这些名表，这个各种的店啊，吃的穿的都是中高端的品牌。看这里有没有先看一看吧。给那个店员看了，他要去库存里面找，没有摆出来了。摆出来的这都是这一些东西。哦，来到这个中东的菜馆，尝试一下，奢侈一把吧。这边呢是也是在哈利法塔下面，这个是很著名的迪拜的地标，地方最高的地标。吃晚饭不错耶。那这也是非常有名的音乐喷泉，音响啊跟这个喷泉都非常的上档次啊，我觉得我是见过最豪华最漂亮的喷泉。可以看到有很多本地的这个阿拉伯人在逛。
这就是这个名表啊，宝珀的表。那听说这边是免税的，然后还有一些折扣，还有退税，基本上都会比在国内买要便宜不少。这些表十来万的话，都要便宜个三四万块钱。好，在这里买奢侈品还是不错的。今天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这么多，如果有需要代购的朋友也可以找我啊。好，今天就分享这么多吧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